杨怡女女小珍珠眼金金望实灯笼好可爱，网民担心有危险温馨提醒。杨怡在今年四月诞下女女小珍珠后，不时在 IG 分享宝贝女的成长点滴。日前她上载了一条影片，并写道：珍珠第一次过中秋节，妈妈给她买了米妮电动灯笼，她好好奇，目不转睛。片中小珍珠坐定定，眼仔碌碌地望住灯笼，相当可爱。不过就有不少网民留言温馨提醒，认为小珍珠只有半岁大，不应该让她学坐，太小不要给她坐卧，脊椎骨还不够硬，会伤到我，啱啱学坐唔好坐咁耐。而杨怡亦有耐心回复道：每天几分钟，大家可以放心啦。